钱钱钱，天天就只知道说钱。我看你跟那个赵小贝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公主殿下，你可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凭什么？凭你长得好看？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啊？还是你昨天晚上看见什么了？笑什么呀？我在回味。回味什么呀？回味你给我煲的励志毒鸡汤啊。很好。干什么你？要你管。他让韩家康把朱韵写的每一版都拷贝了，韩家康还写了证明，签字画押。先走了。向朱韵道歉，以后有事先跟我说，别自己瞎折腾。你也是。以后有事先跟我说，别自己折腾。知道了，公主殿下。你干嘛要叫我公主？那叫你什么？